你參選前同參選之後最大的收穫是咩咧？我覺得都是一樣咁靚啦。都係食咗好多朋友啦，同埋咧。日前2025香港小姐竞选最后召集记者会，台上的香港小姐都逐一分享参选后的成长，但到姜伊宁的发言真的吓窒了台下的 TVB 高层。你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，不是真的，因为多次机会你说，因为真的很久都没有上台说话，真的所以有点紧张啦，不是我识说的那句識到很多好朋友，唔係識識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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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會唔會想即係有啲節目做下主持啊，或者有下劇？我呢個廣東話都係進步中。哦，進步中。等我哋廣東話進步咗好多，啊，就係可以講可以拍戲嘅程度，我先去。都係識咗好多朋友啦，同埋咧。